先开经本，74面，74面，最后一行啊，看日生佛啊，王就是用这个鱼王啊，打鱼的鱼王，罗王啊，用这个来做比喻，这一切苦难的众生。沦落在苦海当中啊，这菩萨要救他，用这些网都把他网起来，把他捞起来啊，是取这个意思啊。换句话说呢，这是菩萨度众生的意思啊。这是宏愿啊，度众生的方法。那么这无量的法门，就像那个罗网一样啊，网孔很多啊。无量法门呢，就像个罗网啊，以这个来救度一切众生啊，所以称之为网明佛啊。这个无量法门，诸位要晓得，一定到幕后啊，要倒归极乐。这个众生才叫真正得救了啊！如果不生净土，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十分的明了，不生净土啊，就决定轮回啊！这个是真正的事实啊！为什么呢？我们自己冷静去想一想啊，就知道了。我们的见思烦恼、妄想执着的习气不能断。六道从哪里来的？就是这些东西变现出来的。啊，果然妄想习气统统断了，你才能够超越。可是有一类众生，他的定功很深啊，得到这个甚深定功的境界，这个妄想习气不起现行了。他认为啊，这个就是大涅槃，就是成就了。殊不知他那种定叫做无想定，还在六道之中啊。无想定虽然有定，这妄想习气不现行，那病在哪里呢？病在一片无明盖覆住，你出不去啊。啊，换一句话就是众生的难处，不堕落在妄想这一边呢，就堕落在无明那一边。无明是什么？你虽然有定，一片茫然，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叫无明。佛菩萨的定，没有妄想，没有分别之处，啊，心地是一面清净，但是对于世出世间一切万法，通达明了，它是光明的，它不是黑暗的，啊，所以你要有很深的定功。外头境界通通明了，那就对了，那是正确的啊。假如有很深的定，外面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这个晓得修成功了，也不过是无想定而已。将来死了以后啊，到四禅的无想天，无想天是外道天啊。这个学佛了，学成了外道了。那个外道也是魔啊，所以这个不是究竟法啊，这一切都要清楚，要明白。各方世界也是由恒河沙数诸佛啊，过于其国出广昌学乡啊，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陈世言：汝等众生当现世
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一段呢，我们把它省略啊，不必再说了，跟前面是一个意思。再看底下下方，下方呢，我们在这个经里面呢，诸位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佛看这个世界跟现代科学家所观察到的是一样的啊。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星球啊，东南西北四方，还有下方，下方还有无量无边的世界啊，上面也有无量无边的世界，这就说明这个世界是在空中啊，是没有说明星球啊，是在讲这个意思就含得清清楚楚的啊。这个下方世界举出六尊佛，代表教化普遍的推行了啊，普及了，这是普度众生啊，表这个意思。请看经文，舍利弗，下方世界有狮子佛、明文佛、明光佛、大摩佛、化床佛、持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第一尊呢，狮子佛呢，是比喻佛说法，在经论当中我们常常看到啊，将佛说法呢比喻作狮子吼啊，狮子就是兽中之王啊，他那个叫的声音呢很威猛。那我们在动物奇观里面所看到的时候，诸位要留意看，狮子一叫啊，许多这个小的野兽啊，听到狮子叫啊，它这个身体就发软，它就跑不掉了啊，甚至是吓不出去，吓到了它就躺下去了，说明狮子的威力。那么佛说法呢，比喻作狮子吼啊，就是一切邪门外道都被佛法降服住啊，降服住啊，所以把佛说法了比作狮子吼。那么菩萨代佛说法，这菩萨称法王子啊，法王子代佛说法，与佛说法无二无别，那么也可以称之为狮子吼。那么我们能看到法王子啊，那么这个都是表这个意思的。第二尊明文佛，这是讲名称普文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佛菩萨的知名度啊。像在中国，观世音菩萨的这是名闻第一了啊，所以家家观世音的啊，户户弥陀佛啊，确实，观音弥陀在民间里面无所不知啊，许多人还不晓得释迦牟尼佛啊，但是
没有不知道阿弥陀佛的。说阿弥陀佛大家都知道，说释迦牟尼佛呢还有不少人不知道啊，可见的这个佛菩萨这是知名度啊最高的。那么知名度高代表他是人天大士啊，有能力有智慧有方法教化一切众生。那么像在中国啊，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啊，文殊普贤乃至于佛门呢各宗派的祖师大德们啊，那么这是都是代佛教化众生的。第四尊大摩佛，这当中还有一个第三尊明光佛，光表智慧，明称普文呢，必须有大智慧应机说法。那么发音才能够语文，能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啊，这个是借明文之后有明光，那就是实至名归了，不至于是个虚名啊，不是沽名钓誉，而是实至名归。那么大摩佛呢，这个意思就非常的重要了，它是表四乘啊，这个大法思成从佛那里来，思成自佛，从佛这边来的，特别是指净土宗啊，各位要晓得净土宗是直接是阿弥陀佛传下来的啊，阿弥陀佛等于说传给一切诸佛，这一切诸佛呢是直接传给我们的啊，这是比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来的尊重啊。那么在中国净宗祖师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出这一个现象，各宗的祖师都是一代一代承传的啊，这个老师传给底下徒弟，徒弟再传徒孙，这样一代一代承传的，有这个关系，唯独净土宗没有啊，净土宗这个历代祖师怎么产生的？是这一位大德啊，那么当然都是出家的啊，出家大德一生当中啊，专修专弘，底下一代的人推崇他，尊称他。某人呢是净土宗这一代的祖师，净土宗祖师是这么来的，不是一个老师传一个老师，不是的，换句话说
他的师承之福啊，所以他确确实实是不一样啊，是不同的啊。那么净宗从这个慧远大师啊，最初提倡专修专弘以来呀，到民国年间啊，在历史上被大家公认的啊专修专弘的十三个人啊，这个幕后啊是印光大师，这是近代人尊称他为第十三代祖啊，所以他不是一个老师一个老师接着的啊。因此这个净土宗的祖师被人尊称为大师啊，诸位要晓得这个大师是对佛的尊称。那么这是佛学的常识，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称呼人赞叹人不能太过分啊，过分呢就等于骂人了啊，名实不相符了啊。所以唯有啊，历代祖师们唯有净土宗的祖师可以称为大师啊。什么原因？大师是佛，佛有能力教一切众生成佛，啊，菩萨都没有能力教一切众生成佛，佛有能力教一切众生成佛，啊，所以佛是大师，啊，佛教一切众生成佛用什么方法呢？信愿持名，净土宗这些法师师承之佛，教导一切众生呢，也用信愿持名教他了往生不退成佛。所以这个教法跟阿弥陀佛跟一切诸佛的教法没有两样，因从果也从，所以称他为大师。这个一点都不过分啊！所以菩萨称大师没有称大师的啊，我没有听说观音大师啊、普贤大师没有听过，听到大师。观音大师、文殊大师、普贤大师、地藏大师称大师，菩萨的进程啊。所以今天呢，甚至于有一些这个出家人啊，这出家在家同修呢，对出家人很尊敬啊，都称呢某某大师，这实在是错误的啊。这个我们学佛知道这些常识啊，不应该称大师啊，称大师那就很尊敬了啊。菩萨里面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啊，称大师开示正是这个无量寿经里面称菩萨为正士啊，都是指的等觉菩萨啊。那么这些呢是尊称，无论在家出家都可以，这是尊敬到极处啊。但是称大师那就太过分了一点
这个要知道啊。这个法里面最重要的是四依法，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我们学佛依靠谁呢？如果我们依靠的人与方法错误了，我们这一生呢，就谈不上成就。这是佛灭度之后我们面临最严重的一个大问题。佛很清楚，虽然入灭离开我们，佛的心没有离开我们，佛的愿没有离开我们，所以他对我们有个妥善的指示，那叫四依法。如果后来的人遵守佛的四依法，就跟佛陀在世没有两样。这个四依法里面呢，第一个叫我们依法不依人，这一条很重要啊。特别是善导大师在《观经注解》里面，你看讲得多清楚多明白。人指什么人呢？眼前出家的这些法师是人，比出家法师修行功夫更高一等的摩罗汉辟支佛，比罗汉辟支佛更高的是菩萨，菩萨里面更高的是化身大士舍利菩萨，乃至于等觉菩萨都是人。善导大师说，这些菩萨大德以下这些善知识，如果他所讲的跟佛在经上讲的不相应呢，我们都不可以依从啊，就是等觉菩萨所讲的跟佛说的不相应，我们也不能依。不但到此地，尤其更甚的十方诸佛来了，来教导你说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讲的这个净土啊，是权巧方便，不是真实的，也不能依。为什么呢？佛佛道同，他如果是真佛，一定劝你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那是真佛；如果跟这个相反的，必定是假的佛，妖魔鬼怪变现的，不是真佛啊。为什么呢？佛佛道同啊，佛跟佛讲的话一定是一样的，不会是两样的。善导大师教我们呢，说明要怎样依法不依人。这个第二呢，叫依义不依语啊，依语长说短说浅说深说不要紧，
不必去执着，意思不错就行了啊，意思对了就可以了啊，这一意不一语啊。第三个叫一了意不一不了意，这句话重要了啊。前面这个意不一语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到中国来的，原本虽然是一个，翻经的人有很多啊，甚至于一部经有很多种的译本啊，像我们净宗无量寿经就有12种译本啊，可惜呢这个当中啊失传了7种，现在剩下来的还有5种，5种呢翻的不一样，语不一样，意思一样，这就行了啊，叫我们一意不一语，这样就不至于起争论啊，意思对了就可以。那么像《阿弥陀经》也有2种译本啊，罗什大师的译本、雪莲庄大师的译本，里面文字不一样，意思一样就可以了啊，这就是不必要争论。依罗什大师这个本子修行，决定往生；依雪莲庄大师这个本子去修行，也决定往生。如果一定要执着这个本子好那个本子不好，恐怕就都不能往生走啊，那就错了啊，所以不要在这上去执着啊，不要在这个地方去争论啊。那么一了意不了意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开始。一切经要做一个比较啊，什么是了义，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的是了义，佛经里面有一些教人求人天福报的说法，那个不能出三界。佛为什么说这些经典呢？有一些众生他的志向很烈，根本就没有意思出三界，他觉得这个人生不错很好，来生还要做个富贵人，他就很满足了啊，那么佛对这样的人呢也不能辜负他，你要求人天福报，我就教你求人天福报的方法啊，那么这个是不了义的啊。心思远大的人晓得人间天上啊都是搞6道轮回，这个很苦啊，实在是这个西洋的这些戏剧呢我看得少啊，中国的戏剧小说我年轻的时候看得很多，可以说中国的古来的啊，现代人写的我不知道，古来人写的历史小说啊里面都含着有很深教育的意义，对社会也有正面的影响。你仔细去看呢，
都是讲的因果报应。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这个都有很深教育的作用。啊，所以中国这个虽然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的教育并不普及。为什么老百姓这样的善良，都是这些戏剧小说啊，这些民间艺术啊在教导啊，他们负责很大的这个教育工作。你多看看，多想想，苦固然是苦，乐还是苦。它不能永远保持啊！不说其他的了，就说历代帝王之家，这是富贵到极处了。富有四海，贵为天子啊！哎，我们做历史，哪一个朝代的帝王不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呢？有人造反，有人割他的命，那个日子不好过啊！啊，怕别人篡夺他的位置啊！你想想看，他这个生活精神压力有多么大啊！如何能保全自己的位置？如何能把这个地位传给子孙？这个日子不好过啊！啊，何况其人呢？所以这个世间六道里头，没有真正的路。佛给我们讲三界无安又如何知，那是真的事实啊，要看清楚啊，这个看清楚看明白，这就叫看破。真看破了，你就没有留恋啊，不值得留念，你才会想到要超越三界。啊，超越三界，那么佛就教给你声闻缘觉菩萨这些法门，这都是超越三界。啊，看你的志愿，啊，志愿保守的修下乘。心胸开放的，佛就叫你修大乘，总是满你的愿。啊，但是讲到究竟圆满，证到像佛自己所证得那样圆满的境界，那才叫究竟，才叫究竟了义。啊，究竟了义，在无量无边法门里面只有一个，就是阿弥陀经。啊，就是信念持名，这个法子叫究竟了义。十八界当中，是叫你在一生当中圆满证得佛果。啊，其他所有一切法门，纵然是了义，是比较的了义，不是究竟的了义。啊，要是跟这个法门来一比，他那个就是不了义。这是我们必须
要认识清楚的，我们才会死心塌地地修学这个法门啊。如果对这个法门不能死心塌地修学，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那么第四是一智不一识，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理智啊，识是情识啊。这一条是什么？叫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选择法门啊？声闻跟六道里面比，声闻是了义，六道不了义。声闻跟缘觉比，缘觉是了义，声闻不了义。缘觉跟菩萨比，菩萨是了义，缘觉是不了义。菩萨跟佛比呢，佛是了义，菩萨不了义啊。我们一定要用理智去选择，选择究竟了义的法门啊。这个弥陀经是究竟了义啊，了义当中的了义啊，大乘当中的大乘啊。那么这是说这个思成自佛了啊。我们今天是接受如来教导究竟了义的法门啊，跟其他的这个不了义的经呢完全不相同啊。那么换句话说，一切不了义的法门我们不能够碍于情识，一定要把它彻底放下啊，不受人的影响啊。这个人名气再大，我们也不受他影响啊。那就是自己要有理智啊。会受人的影响是感情啊，不知不觉的是吧，落在情识里面受人家影响。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们，我们皈依不是皈依某个法师，我们皈依阿弥陀佛啊。人家问你，你跟什么人学佛？我跟阿弥陀佛学佛，这是对的啊，确确实实我们一弥陀经一净土三经五经，我们真的是阿弥陀佛的学生了啊。做佛的好学生好弟子啊，无量寿经上讲的如来第一弟子啊。确实是要有理智啊，一智不一识。这个特别是弥陀经跟这个大势至圆通章里面所说的啊，五经里面这个的两种经讲的真正讲到专到基础了，纯到基础了啊！一部经甚至就一句名号，其他的通通放下了，人心定了
这个同学来跟我说心不定、为什么心不定？想东想西的，这个也想学，那个也想听，你的心怎么会定得下来吗？你当然定不下来啊！定不下来，还要搞六道轮回，这个不能怪别人啊，怪自己放不下了，拦的太多了。所以真正想成就呢，一切放下一法不一人，法里面叫我们一切放下，那个人叫你哎呀那个经也很好啊，那个也很重要啊，你要看这个看那个那是人说的，一法不一人。大势至菩萨，你看夏莲觉老居士赞叹的净宗初祖啊，法界初祖啊，他老人家教给我们的就是一句佛号，不假方便自得性开不假，不需要任何的方法来帮助，就是这一句佛号就成功怎么个念法呢？不舍六根，净念相继，就成功了净念净是决定不许可掺杂还掺杂别的干什么？没有必要了学楞严、学法华、学华严都没有必要啊！说实实在在话了，都叫障碍呀、你说障碍什么？障碍你的清净心，你清净心定不下来，就是被这什么障碍了。还不久吗？通通学习。通通放下，学祖师大德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为什么让给别人？他放不下嘛，放不下的都给你我放下了，不要了，通通不要。这个不要的人呢，心定了想都要的人呢，心是永远定不下来。念佛三昧，他没有分彻底放下的人呢，念佛三昧成就了。这个是智慧的抉择一智不一，不一时我们能遵守。佛这个教诲等于我们跟在佛的身边一样，没有离开佛何况这个净土三经是一切诸佛真实教诲，究竟了义没有比这个更真实的了。隋唐时代古大德做的比较说明了这个事实他们比较释迦牟尼佛这一代所说的经，四十九年所讲的经做一个通体的比较，大家都认为华严第一所以华严称之为根本法门，称为经中之王。华严跟无量寿经一比呢，无量寿经第一，这第一的第一为什么呢？
华严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才达到登峰造极，达到究竟圆满。那么《无量寿经》《弥陀经》是《无量寿经》的小本啊，最精彩的本子。《无量寿经》是《弥陀经》详细这个说明啊，这两个本子是同一个本子，所以古人称为大本小本，同一部经啊。华严最后归到净土啊，净土是华严的归宿啊，是华严的总结，所以他才是真正的第一了啊。古人比较到这个地方，我在讲经的时候，不是我们不妨啊继续在我们前面来追究啊。无量寿经夏老居士汇集的这个分为48品，这48品里面哪一品第一？我想大家都能公认的，48愿是第一啊，第六品的是第一啊，全经里面的第一。那48愿。里面有48条啊，哪一条是第一呢？这个我们不要去费心了。古人说过，48愿是第18愿第一啊。第18愿讲的什么呢？十念必生，就说明了持名念佛第一。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才真正认识了，真正明白“南无阿弥陀佛”这6个字不可思议。这样一个比较，一个推究得到的一个结论，原来名号啊，功德。是这样的啊，一笔名号包括一切经一切法门，没有一个漏掉的啊。所以说念一声阿弥陀佛了，就把所有一切诸佛统统都念到了，一尊佛都不漏掉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这是华严经上说的啊。到现在我们才真正搞清楚，真正搞明白，那个一是什么呢？一就是阿弥陀佛啊，念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念一切诸佛，念这一本弥陀经就是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无量无边的经论，一部弥陀经就是啊。这个搞清楚搞明白，那其他的还不放下吗？那自然就放下了吧。哈、啊、原来呀、啊、放下的是渣子，我要的是精华了啊，这是一切法门的精华了，就在此地 啊。所以一定要有理智啊，要有智慧，你才会选择这个究竟了义的地方这个法门。选定了以后，底下持法佛
这个底下有发床符。发床是表为众生，给众生做一个示范，见法床列宗旨。我们自己走这条路，也希望一切众生能够认识这条路，明了这条路，发愿呢，我们一同走这条路。把这个经典法门普遍的宣扬推广，利益一切众生，这叫建立法床啊。民国初年，印光法师在苏州啊灵隐山做了一个榜样，啊，当时是中国净宗唯一的一个道场。这个道场呢，是确确实实的叫十方净宗道场，啊，它里面没有派系，没有分别，任何一个人他都接纳，只要你发心专修净宗，他都欢迎。啊，这个道场不收徒弟。收徒弟将来就有派系纠纷，啊，所以任何出家人到了里面修行地位都是平等的，而且在这个里面不可以收徒弟。不做法会，不传戒，啊，这个传戒也会建立派系。甚至不讲经，专门念佛，一年360天，每一天都是大佛起的样子，所以叫常年佛起道场。进到他这个道场里面，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我们今天进入道场，也希望能够追随印祖的规矩，但是我们这里要讲经。为什么要加上讲经呢？不讲经啊，在现代这个时代，大家对经中误会的太多啊，一定要讲清楚讲明白，已经进来修行的人心定了，还没有进来的人听了之后啊，生起仰慕之心也会进来。啊，当然讲堂跟念佛堂要分开，而且呢不能勉强，喜欢专一念佛不喜欢听讲的，我们不能够拒绝他，不能排斥他，啊，你专心念佛好，念佛堂去。还有疑问还没清楚，想加强信心啊，多了解一些，啊，讲堂也可以来听听，啊，总而言之一句话，讲堂的时间短，念佛堂的时间长。
就是一天念佛八个小时，听经两个小时，用这个方法把经宗推广弘扬到全世界，这叫真正报佛恩啊，真正的成就自己。所以有底下的时候有持法佛，持是表示自己跟大众志同道合，这个大众我们能够依教修行就像欧维大师前面教给我们，净宗的学人必须随顺诸佛真实教诲，觉知求生，永无疑惑啊！没有怀疑，也不迷惑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的真实教诲。下方也是无量无边恒河沙数诸佛像其他的这个四方佛一样，都是出广场舌相说尘世言，劝导一切众生说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一切诸佛所护念经。那么欧益大师这个注子里面是此界水轮金轮风轮之下，复有下界飞飞翔天尘，乃至重重无尽也这个意思就不必多说了指我们这个世界的下面还有无量无边的世界大摩次元法大摩是梵语，法是个解注解这中国意思称之为法我们再看最后这一段上方，这个上方呢一共说了十宗佛的名号十代表大圆满所以作为总结表觉行圆满一生成佛，特别是指这部经这部经呢就是觉行圆满一生的成佛难得了，实实在在不容易我们这一生遇到啊，真的是幸运的多少人遇到不认识，遇到不知道，那真叫可惜当面错过了这个认识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我搞四十多年才认识啊，才搞清楚难了，实实在在难了有些人说一生都不认识，都错过了所以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这
利佛上方两世界有梵音佛、秀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眼尖佛、杂色宝化延伸佛、苏鲁树王佛、宝华德佛、即一切义佛、如须弥山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我们看看呢，这个十尊佛号所表的教义啊，他教我们什么？梵音，梵是清净的意思，梵音是清净音，说法清净啊，主要啊是表这个。这个六方，第一个东方，说明我们修学基本的态度，我们希求的目标，以及修行的这个方法的纲领，东方啊显示出来了。南方显示出这个法门是以心性本具的智慧，这个法门是大智慧的法门啊，没有大智慧不会选择这个法门。第三，西方教我们修佛啊，所以这个念佛是把弥陀无量界所修的真实的福慧变成我们自己的，所以这个也是大福德的法门啊，大慧大福啊，只要你念得相应的，所谓相应就这一句名号里面有真性有契约啊，真性契约持名同时，这就叫相应啊。信里面有愿有持名，愿里面有信有持名，持名里面有信有愿啊，这一二三，三二一，这叫相应。相应接着佛会成就了，但复其如来教化众生的事业，到前面下方把这个教化众生的事业了推广啊，发扬光大，普遍利益众生，到最后上方所表的达到圆满啊，究竟圆满。所以这个第一尊佛呢，就是说法要清净，说法里面如果还有名闻利养的需求，那就不清净啊，说法纯粹是为了利益众生，虽然利益众生，不做利益众生想，这才清净啊！你们理养都不要，我天天在这里做利益众生，还是不清净啊，还是做了相啊。
所以真正清净了，就像如来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啊，做了许多利益众生的说，心地干干净净，一点没有染着，啊，就像完全没做一样，啊，这才是真清净。那么，如果要到《金刚经》上讲法呢？更容易明了。金刚经上说得好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的确值得我们常常反省。菩萨是什么呢？菩萨是觉悟的众生。那不是菩萨呢，那就是迷惑颠倒的众生。换一句话说，你还有四相呢，你就迷惑颠倒啊，你没有觉悟啊。这是金刚经前半段的开始啊。后半段呢讲四见，四见比四相更危险。见是什么？见解，你还有什么念头啊，比那个着相呢更危险啊！不但相不能着，念头都不能有啊！还有魔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呢。那么换一句话，还不算是真正觉悟啊！换句话说，你的心并不清净呐啊！可见这个清净心，它确实是有标准的啊，不是哎，我们以为我的心很清净的，那不尽然啊，那是你自己的标准啊，不是佛法的标准啊。第二尊呢，秀王佛啊，这个字不念俗啊，念秀，心秀。心秀这是比喻，心秀很多，心秀当中最大的我们称它做心秀当中之王。那么这个我们不去论它的实际的，只论我们肉眼能看得到的啊，我们肉眼可以看到晚上看到这个众星呢，月亮光最大，月亮是最大的啊，就是问我们眼睛看到的。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把这个心呢，代表佛所讲的无量法门啊，无量法门。心修当中之王呢，那就是当然这是最殊胜的这个法门啊，用这个法门代表大乘法。所有一切法门里面，大乘法最殊胜啊，是无上道的捷径啊，所以用秀王代表大乘。相上佛呢，代表大乘里面的捷径啊，大乘法里面很殊胜，很快速。那是什么法门呢？禅宗啊，向上代表禅宗。你看六祖大师禅经里面有传相忏悔品啊，好像是第五品里面的传相忏悔啊，就是传授啊这个禅宗修学的方法，在谈经的第五章啊，就传相忏悔，无分法身相啊，啊，就是见相、定相、慧相、解脱相、解脱知见相啊，这无分法身相，所以这个相上是表禅宗，禅宗
是大臣当中的大臣啊，大臣呢代表进入，就是进入啊，就是进入大臣。经络里面的经络在禅宗啊，禅是代表经络里头的经络啊，所以它是属于洞窍的法门啊。第四尊香光佛，香光佛是代表净宗念佛法门。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里面称为香光庄严啊，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它的特色，第一个是光明，光明世界；第二个宝相，西方极乐世界任何物质都放香气啊，所以西方世界是也是宝香圆满啊，啊，香光庄严的世界。这是净土宗，净土宗是经中界、六界最近的路。在最近的路，没有比这个更近啊。大臣是禅宗，是净宗净土，净土宗呢是净宗经六经。这三尊佛呢，把这个了义，究竟了义啊，圆满的究竟了义啊，为我们显示出来了啊。我们要是认清楚明了了，当然自己就知道啊怎样去选择了。第五尊是大严劫佛，这个名号前面解释过，但是在此地他表的意思跟前面不一样。前面是代表自己全时两种智慧的成就，应当要担负起如来家业啊，那是在前面那个阶段。这个地方是圆满的阶段呢，他就表示是把最殊胜、最上的法门传给大众。这个传给大众呢，必须是有缘之人，就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那无缘之人我们要不要传呢？还是要传，不能说无缘就不说了，无缘也要说，说了他不得受用。不得受用是讲他经世不得受用啊。经上常讲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他阿赖耶识里头有了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个种子将来多生多劫，甚至于无量劫之后遇到佛了，就这一句名号，他这个语言成熟了，他也能往生啊。不就不是现在往生就是了啊。所以不管是有缘无缘
遇到一切众生，我们都要把这个最上的定法了，一定要传授给大众。我们平常念这个佛号，所以念佛号为什么要你念出声音？念出声音呢，别人会听到，别人听进去了，那就传给他了，这无上的顶法就传给他了。没有人呢，我们可以默念，不要出声音。遇到有人的时候呢，就念出声音啊，让他听见了，我们这个法就传给他了。他还不知道啊，菩萨用心跟凡人用心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印了许许多多这个阿弥陀佛的帖子啊，用意都是在此地啊。你们的车上可以贴着，停到这个停车场，哎，人家一看到念一句阿弥陀佛，眼睛看一下阿弥陀佛之无上定法种子，种在他阿赖耶识里去了。目的在此地，啊，那外国对外国人，我们也用英文翻译的南无阿弥陀佛。我这帖子我们都印了很多啊，哎呀，一般人不晓得这个功德利益之大了，我们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这是与阿弥陀佛与一切诸佛同心同念同行。那么这是一生成佛的方法。第六尊杂色宝华延伸佛，这个是表一生圆满。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讲一生圆满的经典只有一部《华严经》，是讲一生圆满，用善财童子作为一个修行的榜样。那么善财这个一生圆满呢，实在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他才是一生圆满的。这个杂色宝华延伸呢，就是华严的意思啊。这个华严经啊，就是杂华严师啊，这个严师就是庄严的意思啊，比作一个大的花园啊，这个花园里面各式各样品种啊，通通具足，没有欠缺的。这是比喻佛说法啊，无量无边的法门没有一个欠缺，通通包括在其中啊，用这个来比喻啊，这一尊佛的名号也是这个意思，让我们仔细去想一想，深深地去体会，效法学习善财童子，啊，他是我们修学的一个最好的榜样。第七尊苏罗树文佛，这个苏罗树是表究竟坚固的意思啊，
这个在印度这个书是非常坚固的，佛常常用它来表坚固之法。那么这个地方是代表我们圆满证得究竟坚固，那就是圆教的佛果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法王啊。所以娑罗树也表密宗的意思啊，说明净迷道尔啊，表这个意思。那么我们从净中净有经这里能够看出来，净中与大乘与禅是不二法啊。那么在行门里面讲呢，这个修行呢总是禅净密啊，这三个法门，这是修行的纲领。这一句阿弥陀佛，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就是甚深的禅的境界。不但它是甚深禅，而且也是甚深之密啊。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纯粹是梵语，没有翻成中国意思，就是密咒，而且是无上的咒语，是大宗师的法门啊。念佛人往往不晓得，所以念佛人实在讲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包括一切大乘，这一句名号所有大乘法门都修了，大乘法包括小乘法啊，包括禅宗啊，这一句名号禅宗里面说也圆满修了，又包括了密乘，这密宗里面无量法门也在这一句名号之中，通通修了，圆修圆证啊。这是佛的名号在此地表达着这些殊胜的意义。包化德佛，这一尊佛是表圆满的报身，见一切一佛是表千百亿化身，像《金刚经》上说的，如来无言圆明，普应玄机，就见一切义。如须弥山佛表清净的法身，是宇宙万有的本体。所以末后这三尊佛表的是法身、报身、一化身，一体三身，跟这个东方里面讲的这个三尊佛法报应呢，你看前后照应啊，前面东方提出是我们心里向往的、祈求的，到幕后啊，上方啊，这个三尊佛是表我们亲自证得的，这个才叫圆满啊。所以这个六方佛这一段经文，世尊为我们
出诸佛的名号，含义非常之深。这是暗中啊，也就是我们讲暗示啊，暗示念佛人从初发心到圆满菩提，我们这个一生走的这个路程，经历重要的这个阶段，这六方就是六个阶段了。就像《华严经》上善财童子53参啊，53参也是暗示我们修学从初发心到成佛这个当中的历程应该要怎么走法啊？这个是六方佛表达的秘密啊，不单单是出广场舌相说陈师爷劝我们以这个经典修行啊，不仅如此啊，所以他有更深密的意思在其中。那么佛度众生，众生接受佛的教导，这个里面有难有易有浅有深，总而言之都在一个圆字啊，所以佛法非常重视很重视圆，都在一个圆字，圆之所在，众生与佛就有恩德在其中。那么佛教化众生，众生很容易接受，很欢喜的接受，佛说法就能把他过去的善根呢启发了，触动啊。我们换一句话说，佛为众生做增上缘呢，他无量界的善根呢，这个时候现前了啊，这他成就啊。同时，佛的光明、愿力的加持，能令魔障消除，魔无能干扰你，能令你心定下来，智慧现前啊，都在一个原则上。我们学佛学佛很多年了，没有得到佛法的利益，我们的缘差了一截啊。没有肯依教奉行啊，没有认真的去修持啊。不但修持，就是佛所讲的话，他真正的意思在哪里还不清楚。这开经偈上讲的愿解如来真实意啊，如来的真实意我们还没搞清楚啊。修行当然呢就不如法了，都在这个语言不具足
可见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啊。那么弥陀众经上都说他是法界藏身，所以一念一切念，念一佛就是念一切佛，念这一部经就是念一切经啊，生到西方净土就是生到一切诸佛刹土，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今天时间到。